非常愤怒。这个有损及到台湾非常多，让我们觉得很丢脸。对，有所烧伤，有所烧伤。我刚刚很后悔。你认识他吗？就是那个大马，那个女学生的事情，然后很心痛啊，对啊，非常愤怒。这个有损及到台湾非常多的，因为台湾跟马来西亚，你看像我也有公司在马来西亚嘛，我有个分公司，然后让我们觉得很丢脸。对，然后也为这个受害的女学生啊非常心痛，对，难过。当然啦，所以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一个小心。但是这个一样是，我们警政单位他们必须要去做好这个防范。因为这个女子其实是有骂那个警察，网络警察，就是说治安。哦，不会，网络警察这一次做得非常好，对，有消息。有消息的中医就不是，他们有在做，但他不能告诉你啊。他是一个公允的单位，我们来报案了，然后他们开始去执行，他不能就当跳出来跟你讲说我们已经做了什么。后来开始联系上了，我们现在有这个的仿冒我们那些那个厂家，还有他那个IP 啊，他的还有他 portal 设置在哪里，都已经查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是有的，只是就是说，因为比如案子有100件，不可能同一天完成嘛，所以他可能帮陆陆续续，你要排到哪一件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们鼓励的，我们就鼓励。这所在发生这个代志，因这整个所在安尼，咱决定会讲会讨论一件事啦，还是讲这嘛做不完，你有一件事发生啦。反正咱自己讲，咱家己当公司的人嘛，感觉我就去行啦，家己去公司。有阵嘛做不完，讲有这种事发生啊，这我看是安尼。因为昨有人讲迄落，讲因厝的人讲啥物，咱台湾的法律伤轻啦，啊，讲要讨一命换一命啦，啊，你的想法是安怎？啥物人啊？私下因遐的家属啊。我因较早因是姓了，按什么装束是拢住伫遮，啊，算讲吼，因迄个因老爸算开机车，啊，因老母个那家辛苦，透早拢去阮个市啊遐吼，打人送菜，趁食三顿啊，是一个真好个啦，是老真好啦，你嘛唔知即囡仔，即囡仔厝外即个囡仔无啥捌，无啥解释啦，啊，看嘛是点啊，可以，我捌看呀，无解讲过话啦，那讲话那了解啊。我想到你了，你说这个是大人也做不好，这样是感觉说你是大人一件事了，他自己也很难受，感觉做对社会和社会事情感觉不好，他也是你看家里都那关系没什么要跟人家说话，就是自己也很难受，见识到说这样多多是这样。这他这个孩子到底他的心态你想说我们差不多了，但是我感觉他有意作的时候都要打造人家要两个人行安全，爱宣传，对啊，伊也佫无准监视器，伊也作案嘛，伊也算较长，因咧宿舍都伫迄座，加迄座个。啊，听讲迄座拢无灯啊，是安怎？听讲有歹啊，无修理啊，所以讲遐个家属。对啊，啊因，趁出代志，刚来喷草啊啦吼，怎个喷草啊，落修理路灯，啊照你讲，我是我伫本地做理店，我落路灯袂倒，我拢会注意件事，啊，若讲有发生代志，只要即个件事，咱就爱加强，叫警方甲着巡逻来，包括爱讲。公司爱两个人吃较安全，等出名啦，出名你人死啊，无法度啊。